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海小冷哦。爸爸，我想买运动服。买运动服干嘛？我要晨跑啊。晨跑？穿校服跑去时呢？穿着校服谁知道我是在晨跑啊？怎么不知道呢？他们都认为我上学迟到了。同学们，谁知道什么植物用手指一戳就会收缩？老师，我知道，是菊花。我说的是种在地里的，不是长在身上的。老师，你想啥呢？是种在地里的海菊花。滚出去！铁蛋，问你个问题：什么锤子啊，全智能？如果地上有一张100元和一张20元，你会捡哪一张？这不废话吗？肯定是100啦。哦，是我两张都捡。校长，我实在受不了我们班那个小小冷了，我要开除他。潘老师啊，小小冷毕竟是小孩子嘛，给他个机会吧。你开除了他，他家长会很难过的。我又是他家长，早被他气死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现在站在这里是奇迹咯？小冷哥，你的阿佩呢？借我玩下。前几天我女朋友拿去玩，现在分手了。那怎么不拿回来啊？算了，都分手了，他用过的东西我不想要了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帮你了。